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飞。今天我和顺子准备出发中朝边境，差不多是到丹东1100公里，全程行驶20多个小时吧。今天出发了，直接干到中朝边境去啊！直接干到中朝边境。右转。哎呀，司机啊，朝鲜媳妇在招手是吧？快来呀！小蛮腰，大长腿。在红绿灯路口右转。这是堵车呀，马上到海边了，还有30公里，今天看上又过不去了，堵车堵了半个小时了。这个路我感觉还不知道堵到什么时候呢，车都已经熄火了，在这里等了半小时，还是找一条小路吧。我们看一下，出发了，不等了，找条小路。现在天都已经快黑了，全部堵住了。今天本身想直接到丹东的，20多小时，1000多公里路，今天是到不了了，明天吧，慢慢走。这几天这里过去那边走，往那边走，有摄像头吗？这个绿灯为什么都不走了呢？前面全走了。哇靠，堵了这么长。上了，今天不走了，在这边露营了。今天不一定什么时候能通，前面肯定出事故。今天不走了，那边那个桥上都堵满了车，今天晚上就在这个湖边露营。今天在这边把这个雨梅装上，用这个矿泉水装一点水，正好有河。我靠，这边这么多，这个海蛎子都是壳。毛巾也站起来，好湿啊！上面的这些灰尘什么擦掉就行了。就是这个雨梅装上以后，这个晚上开窗就没有事了，下雨的时候也不怕，要不然一下雨容易往里面烧雨。
有点晕，要转那边了。跑到这个位置右正好，OK， 一次性的贴不好就废了。OK， 这个雨梅已经全部装好了。这个雨梅装上了以后，晚上就不用怕下雨了，下雨的时候开个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还有这个点我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，反正有两个小眼，不知道怎么想办法，还是把它堵上还是怎么弄。进雨也应该进不了多少，它有那个配件，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做什么用的。先这样吧。